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4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1到5题。一，真奇怪，我几乎每天都去跑步，怎么更胖了？没关系，身体健康就好。一，真奇怪，我几乎每天都去跑步，怎么更胖了？没关系，身体健康就好。二，怎么样？好喝不好喝？很好喝，你是不是放糖了？二，怎么样？好喝不好喝？很好喝，你是不是放糖了？三，你帮我看看，我穿哪双鞋漂亮？红的还是黑的？黑色的，这双黑色的就很好。三，你帮我看看，我穿哪双鞋漂亮？红的还是黑的？黑色的，这双黑色的就很好。四，您刚才说的那些要求，我还不是很明白。我们边走边说吧。四，您刚才说的那些要求，我还不是很明白。我们边走边说吧。五，刚做好的蛋糕，吃一块再去上班。不了，司机已经到楼下了，回来再吃吧。五，刚做好的蛋糕，吃一块再去上班。不了，司机已经到楼下了，回来再吃吧。现在开始第6到10题。六，我看看，有牛奶，有面包，还有鸡蛋。有鸡蛋吗？不新鲜了吧？六，我看看，有牛奶，有面包，还有鸡蛋。有鸡蛋吗？不新鲜了吧？七，把药吃了，然后好好睡一觉，感冒就好了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吃。七，把药吃了，然后好好睡一觉，感冒就好了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吃。
八，这个是送给你的，祝你节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准备礼物。八，这个是送给你的，祝你节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准备礼物。九，看报纸了吗？今天报纸上介绍我的节目了。看了，你的节目做得很好，我们都喜欢看。九，看报纸了吗？今天报纸上介绍我的节目了。看了，你的节目做得很好，我们都喜欢看。十，你好，我们要两张7:40的电影票。好的，一共80元。十，你好，我们要两张7:40的电影票。好的，一共80元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1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1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5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5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5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5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现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写电子邮件更快更方便。人们更愿意写电子邮件。11，现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写电子邮件更快更方便。人们更愿意写电子邮件。12，今天的作业很简单，我已经写完了，而且都检查过了。我想玩一会儿游戏，可以吗？他写完作业了。12，今天的作业很简单，我已经写完了，而且都检查过了。我想玩一会儿游戏，可以吗？他写完作业了。13，女儿从小就非常喜欢小动物，特别是小猫、小狗什么的。她说，小动物都是她的好朋友。女儿从小就害怕小狗。
十三，女儿从小就非常喜欢小动物，特别是小猫、小狗什么的。她说，小动物都是她的好朋友。女儿从小就害怕小狗。十四，工作中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能发现问题，第二种人发现了问题还能解决问题。希望大家都努力做第二种人，学会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他希望大家做第二种人。十四，工作中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能发现问题，第二种人发现了问题还能解决问题。希望大家都努力做第二种人，学会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他希望大家做第二种人。十五，我家附近有一条河，小时候我经常和妹妹到河里游泳，那条河的名字叫月亮河。那条河叫太阳河。十五，我家附近有一条河，小时候我经常和妹妹到河里游泳，那条河的名字叫月亮河。那条河叫太阳河。十六，我哥打算今天跟朋友一起去爬山，没想到早上就开始下雨，到下午了，天也没晴。外面下雪了。十六，我哥打算今天跟朋友一起去爬山，没想到早上就开始下雨，到下午了，天也没晴。外面下雪了。十七，昨天大家都复习了吧？我们先听写几个昨天学过的词语。现在请一位同学到黑板前面来写，其他同学在下面写。他们在看新闻。十七，昨天大家都复习了吧？我们先听写几个昨天学过的词语。现在请一位同学到黑板前面来写，其他同学在下面写。他们在看新闻。十八，真对不起，万先生，我们这儿已经没房间了，最近旅游的人太多，您再看看其他的宾馆吧。没有房间了。十八，真对不起，万先生，我们这儿已经没房间了，最近旅游的人太多，您再看看其他的宾馆吧。没有房间了。十九，电影一个小时后才开始，
我们先去喝杯咖啡怎么样？电影结束了。十九，电影一个小时后才开始，我们先去喝杯咖啡怎么样？电影结束了。二十，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因为还不会说话，所以只能用哭声告诉爸爸妈妈自己渴了、饿了，或者身体不舒服。哭能表示多种意思。二十，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因为还不会说话，所以只能用哭声告诉爸爸妈妈自己渴了、饿了，或者身体不舒服。哭能表示多种意思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经理，老张给您打电话了吗？打了。他说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他们已经到机场了。关于老张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一，经理，老张给您打电话了吗？打了。他说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他们已经到机场了。关于老张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二，您坐这儿吧。不用了，我下一站就到了，谢谢你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二十二，您坐这儿吧。不用了，我下一站就到了，谢谢你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二十三，下个月六号，你还记得是什么日子吗？当然记得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结婚都三年了。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？二十三，下个月六号，你还记得是什么日子吗？当然记得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结婚都三年了。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？二十四，这件衬衫我穿着有点瘦，还有大一点的吗？应该还有。我去看一下，您等一下。男的在买什么？二十四，这件衬衫我穿着有点瘦，还有大一点的吗？应该还有，我去看一下，您等一下。
男的在买什么？25。你们新来的数学老师怎么样啊？很好，他讲课讲得很有意思。新来的数学老师怎么样？25。你们新来的数学老师怎么样啊？很好，他讲课讲得很有意思。新来的数学老师怎么样？26。菜不好吃吗？你怎么吃那么少？不是，菜很好吃，但是我害怕晚上吃太多，会不舒服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6。菜不好吃吗？你怎么吃那么少？不是，菜很好吃，但是我害怕晚上吃太多，会不舒服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7。周末有时间吗？不好说，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。你有什么事情吗？男的最近怎么样？27。周末有时间吗？不好说，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。你有什么事情吗？男的最近怎么样？28。昨天上午的会议很重要，小夏怎么没参加呢？他妈妈突然生病住院了，他去医院了。小夏为什么没参加昨天的会？28。昨天上午的会议很重要，小夏怎么没参加呢？他妈妈突然生病住院了，他去医院了。小夏为什么没参加昨天的会？29。一会儿我去超市，您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吗？家里没水果了，你买点香蕉和苹果吧。女的准备去哪儿？29。一会儿我去超市，您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吗？家里没水果了，你买点香蕉和苹果吧。女的准备去哪儿？30。你的腿现在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医生说再休息两天就可以去打篮球了。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？30。你的腿现在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医生说再休息两天就可以去打篮球了。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四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
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图书馆还书。那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我想去借几本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。他们要去哪儿？31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图书馆还书。那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我想去借几本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。他们要去哪儿？32，天阴了，你把伞带上吧。不带了，我开车去。好吧，早点回来，我们晚上吃鱼。好的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2，天阴了，你把伞带上吧。不带了，我开车去。好吧，早点回来，我们晚上吃鱼。好的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3，我站哪儿？是这儿吗？是，就这样。看这儿，笑一笑。你一定把后面的船罩上，把我的脚也罩上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他们在做什么？33，我站哪儿？是这儿吗？是，就这样。看这儿，笑一笑。你一定把后面的船罩上，把我的脚也罩上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他们在做什么？34，熊猫馆的人太多了，现在进去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们先去看别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去旁边看看吧，那边的人应该会少一些。那我们去那边吧。他们为什么不先去熊猫馆？34，熊猫馆的人太多了，现在进去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们先去看别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去旁边看看吧，那边的人应该会少一些。那我们去那边吧。他们为什么不先去熊猫馆？35，你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？成绩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除了历史外，其他还可以。为什么历史不好？没复习？不是，主要是我对历史
没太大兴趣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5。你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？成绩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除了历史外，其他还可以。为什么历史不好？没复习？不是，主要是我对历史没太大兴趣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6。爷爷奶奶明天几点到？他们10:30下飞机。那谁去接他们？我去，明天我休息，我去接。男的明天要去接谁？36。爷爷奶奶明天几点到？他们10:30下飞机。那谁去接他们？我去，明天我休息，我去接。男的明天要去接谁？37。服务员，请帮我们换一下盘子。好的，马上。然后再要一碗米饭，2杯果汁。好的，还是苹果汁吗？男的还要什么？37。服务员，请帮我们换一下盘子。好的，马上。然后再要一碗米饭，2杯果汁。好的，还是苹果汁吗？男的还要什么？38。刚才你去花园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洗手间。那是我看错了，我看见有个人跟你长得很像。我还以为是你呢。是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8。刚才你去花园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洗手间。那是我看错了，我看见有个人跟你长得很像。我还以为是你呢。是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9。那个饭店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知道，离这儿很近，向东走几百米就到。这么近呐，那不着急了。是，我们可以慢一点儿。关于那个饭店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9。那个饭店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知道，离这儿很近，向东走几百米就到。这么近呐，那不着急了。是，我们可以慢一点儿。关于那个饭店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0。爬了这么久，休息一下吧。我们爬了还不到2000米呢。这儿多安静啊，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。听听小鸟叫。好吧，给，喝点水。女的觉得这儿怎么样？40。爬了这么久，休息一下吧。
我们爬了还不到2000米呢。这儿多安静啊，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，听听小鸟叫。好吧，给，喝点水。女的觉得这儿怎么样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